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芒果，今天来介绍一副二十大王配马纽拉再加梦妖魔的牌组。首先看到我们的二十大王啦，第一招的话基本上应该是用不到啦，它的能量来源应该就是用我们的异兽环直接来做充能的动作。第二招打180滴没有问题，它 G 差打100滴。那如果对手的宝可梦被我这个 G 差打掉的话呢，我可以额外多拿两张奖励卡，非常的 nice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纽拉哈，纽拉第一招通常在后手的时候用得到，好，用到直接拆掉对手一颗能量，所以说这副牌我建议哈后手比较好一点点，看我们的纽拉能不能在前面啦。好，那第二招应该也是用不太到，打10滴闪硬币，正面的话多20叠。来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马纽拉总共有两只吼，来第一只看双方场上的特性的宝可梦吼，全部扣60点。那我们因为基本上没有吼，没有特性的宝可梦，所以说对方只要有特性，全部都会被我欧个60点。那60点有什么用呢？就是可以搭配我们这个二十大王第二招啦，180加60，240滴也是蛮痛的嘛，对不对？那240滴加个头巾啊，270滴刚好秒掉 Tekken。可是现在 Tekken 的特性宝可梦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嗯，有吗？好像超梦有吧，对不对？那其他字我忘记了。好，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打 G 差还蛮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好酷哦！第一招让对手直接睡着，打10滴。那第二招的话呢，看对方场上的宝可梦的有特性的数量乘以50，所以说对方场上如果有5只的话，我就可以打到250滴，也是相当的痛啊。好，那所以说就算没有打到250的话，我先摸个一下，等一下也许用我们的这个二十大王 G 差来补刀，好，拿非常非常多的奖励卡也是 OK 的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。那重点是我们的二十大王能量要怎么出来呢？来，首先看到我们梦妖魔哦。梦妖魔有好有坏，但是优点当然大过于缺点。它的特性是你可以直接自爆哈，让对手抽一张奖励卡，然后把手牌补满7张。这时候呢，你的奖励卡就会落后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还有第二个效果，就是说你可以控制奖励卡的张数。当对手可能在跳过你的5张奖励卡这个准备阶段的时候，也许你就只要自爆一下变成4张了哈，对方变4张，那我们的异兽环就可以疯狂的开，你会发现哇，太酷啦！好，那就是这样子吧。啊，接下来异兽环吼，对方奖励卡剩下3张、4张时候才能使用哦。直接从牌组拿两只基本能量充到异兽宝可梦身上，那不用讲，就是直接把我们的二能量全部充给我们二十大王啦。有没有发现酷毙了？好，那你看，因为我们奖励卡基本上都会落后吼，落后的情况下直接把对方一只重点宝可梦抓出来揍，哇 ，nice！ 有没有发现？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来，暗之石芒果放了4张吼，因为我们暗之石可能不太容易抽到，如果有抽到的话，尽量不要用小蓝拿啦，因为小蓝我觉得他可以拿其他更好的东西。好，那直接让我们的进化成梦妖魔，然后开特性吼，没有问题。那这副牌铺场的话，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，一定要铺。但是你尽量，我们的纽拉会先出来，好不好？尽量先出来，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派我们的这个梦妖魔出来，开始继续我们的绿牌的动作。当你四张奖励卡，对方四张奖励卡的时候，你的二十大王跟异兽环全部就嘣嘣嘣嘣嘣跳出来了，这样懂意思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单价放1张没有问题，高级球放3张。通常高级球是抓什么？抓这个。好，马纽拉，抓只马纽拉比较多一点点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二场地放了1张这个黑市哈。当你的二系宝可梦身上有贴任何的二能量的话哈，对手击倒会少拿1张奖励卡。所以说，对手如果击倒我的这个二十大王，那他只能拿1张奖励卡，有没有发现？好酷哦！好，那接下来就小蓝4张这个没问题哈。当你场上如果有梦妖魔这个的话是不能开的，因为它有特性。好，那古之马2张，裁判2张，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。来看一下马志士哈，马志士这副牌其实跟沙奈朵蛮像的哈。当你的梦妖魔开完之后呢，你的奖励卡是落后的，对不对？那落后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直接用马志士，然后小蓝直接再裁判下去，哇，这个 combo 太漂亮了。那小蓝的话拿个2张异兽环，直接把我们的二十大王充满能量，这 combo nice。好，那看一下，头巾2张，异兽环，异兽能量1张。那基本上我们都会给他哈，给他的话，他攻击力可以高达多少？180加60，240滴，可以直接秒掉皮卡杰克。有没有发现？太酷了吧！好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看情况做使用了，好不好？那也许我们这个用这个打的话，贴个头巾也是可以做击杀的，不一定，好不好？看情况。那能量放了12张，应该是够用了，好不好？够我们这个来开了。好，马上来测试看看。那这牌的话就是好玩啦，好玩。二十大王，来水超无哈，看一下对方是什么东东。水超无会不会是那个沼王啊？
找王四二啊。好，那这副牌我们先后手没有问题齁，他先没关系。那我们纽拉如果在前面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。Oh no！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想一下哦。哎呀呀呀呀，这手牌不对啊，有可能是找王啊。那找王的话我们不太好打，可是我看他没有斗戏。哎，这样没用啊，我什么都做不出来啊，想一下哦。那我觉得我们做纽拉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我的妖魔不能进化，有进化能撤退的话我就直接丢他能量了。好吧，先这样子吧。哎，不对啦，你卡我也卡。GG。找王好，抽一张，你要不裁判的？啊，教学来，各位，我帮你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帮你来。我靠！我觉得。有这么衰吗？好，巢穴球拿智慧心。一步，等一下，你这什么牌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兵一步加这个啦。哦，衰哦。好，能量转上去，可是你不能进化啊。他想抽一张牌吧？你小心一点哦！哎，你为什么不攻击？为什么不攻击？好啦，就直接开啦，不管了啦！你鸟毛哎、欸！哦，贴两张哎，好像不错哦。好，这些丢的东西都还好、哦。180是不是？180，好，直接进化。好，兵一步打90加这个多少？90，那他等一下可能会开狙杀杀我呢，在下一回合之后。不是啦，我这手牌太鸟了吧，不要这样搞我啊。哦，水一步是不是？好，那水一步血量210，我等一下投金根或者是异兽能量他就爆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给你打吧，没办法了。哎，不是啦，我怎么这样子啊？我的妈呀！180，还补血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师弟换你。他补血啦！等下来神抽一下好不好？一定要神抽一下，不然没办法了。好，转上来直接杀我哦，那应该没问题。那等一下我要杀他，我一定要杀他了。我刚如果正面的话哦，哎，没办法，他会补，还会补血。好，120给你打，没办法。好，奖励卡落后了，看能不能拿到小蓝哦。有小蓝带好，就比较好。异兽能量，我想一下哦。好吧，180。好，奖励卡又持平哦。小蓝现在才来没用啊，真的是。好。哦，异兽场地帮到我了，太好了！等一下就秒他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哼！我能量剩几张啊？小心一点哦。好，这可以先下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这个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我拿头巾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这给他，来。好，我们拿头巾和这个暗之石，好不好？
好，先进化。你卡我也卡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，大哥？好，直接开这个来，让你多抽一张。来，现在奖励卡是他赢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手牌。好，来各位看一下，我们的表演开始了，表演开始了。来，直接全贴了。哇，剩两张，尴尬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应该够五张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现在全。啊，我应该，好，再空开一下，空开一下，没关系，空开。好，好了，各位就这样子吧。哎呀，两百一刚刚好啦！等一下我这里210哈，但是我等一下会开 G 叉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开 G 叉，我再开 G 叉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希望他不要投降。哎，我能量1、2、3、4、5要90、11，所以我还有一张的奖励。哦，所以我两张的奖励。等一下我现在可以打多少？130，好，可以。那他现在可能要再抓只小四二啦，不然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哦，百变怪，好。莉莉艾、竹篮都可以，来吧。好了，开巨杀给你们看哦，好不好？那基本上赢啦，我的那个都没有用到哎。来，直接进化，我让他多抽一张。来给他，来直接变身，来你多拿一张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能用那个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没有人物卡可以用了。好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差了，因为我只在表演给你们看而已。OK， 就这样子吧。来撤退，好，直接开巨杀，直接拿多少？三张奖励卡 ，Nice， 哇，130滴，呼，帅。好，直接拿三张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看，哇，这副牌。谁说不强的？我觉得蛮好玩的啦，但是好了，还蛮强的啦。其实它的伤害偏就是偏在200多、200出头这样子哦，所以说我打那种200出头或200以下的怪，我觉得还蛮有优势的。有没有发现？那我们刚刚马纽拉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啊，太扯了吧？因为太卡了啦。重点是我高级球一张都没有拿到，所以马纽拉应该是说他完全都没有铺场成功哦。那其实我是中后期比较顺一点点，那他前期也比较卡，我前期超卡。好，那马纽拉其实就是你们也看得懂，就是说我们伤害可能要先给，给完之后呢，我们才有办法用我们的二十大王来做进攻。你们发现？好，那他这个早王四，哎，早王哈，早王四二配水一步，这个牌组还不错，好像芒果也有拍过，对不对？有吧，应该有吧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喽。我们这个哈，二十大王 GX 配上这个小蓝轴的梦妖魔牌组就介绍到这里啦，你们想怎么调整自己去调整啦。那这副牌真的很像沙奈朵啦，那两个哪个比较强哦？我觉得看运气啦，好不好？看运气啦。那我们中后期顺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猛，有没有发现？哦，两只二十大王直接养好 ，nice。好，那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